说的是。
哦，沈涛，就放那个就好了啊，放什么？没事。点燃红石的火把。你是不是发觉这里怪怪的？来，我看看，我身上有什么？这边，有没有这样？对，哥哥厉害啊！其实我不是这样，我是感觉。搞我这笨蛋呢？哎，下面的没有闪亮哦。哎，下面的没有闪亮。哪里？你看下面。咦？下面怎么没有？下面现在个洞。啊？你们看。哼，哪里？哼，我不信。你的自动门到底做好了没？呀哈哈哈！天哪，破坏自动门。哎，你的自动门没做好。好什么？你要不要看？你要不要看？不要了。你要不要看哥哥？哦，有压力的看一下，到底放屁吗？一定会死掉，没有，你的东西要重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最终的结局就是这样。你要不要看？哈哈哈！因为你另外一个东西没有指出来，让人伤脑筋啊。嗯？哎，这边没有收到信息，没有收到信息的刀子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对啊，你说没有啊，这样话拉下去它会让它关闭，真的真的，不过为什么没办法骚动？哎，高总，你的下面那边还是一样。哎，我知道，这为什么？你高级肉挺美的，笨蛋。结局就是这样，你的结局就是这如一般。笨蛋呀，笨蛋呀，笨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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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咦哦咦呀。笨蛋楼梯，请勿屁股。啊！哎，破了一张什么？它长得非常的竖起来，很有说不上来，就很好啊。但是它整个就是自己的双弹，它爽吧？这是罗仁诶，好，那台罗仁，哪一台罗仁？罗仁的顶级机，机顶第一吧。我是谁？我们终于达到十万订阅了。你要不要把这一段抖一下？我他的节奏很像弹，不会，节奏不会很难。说他的节奏感很难。哦，就跟你说了，有节奏感的人不会觉得这节奏感很难。啊，但是他一定就是随便弹的吧？对，他弹爽。两万。你好了吗？但是要这样才能啊。对，没错，这样才对啊。没有，因为高一的时候都这样。
这个大家在拍什么？笨笨笨，可以就是笨笨笨笨笨笨笨，可以就可以就可以就。佩奇是一个女生在拍机灵，是不是？有没有 TMS？ 我们看那海报 TMS。机器想买的那台 TMS。
跳的。哦，刚刚是弹幕吗？对，弹幕。弹幕，那应该有那个手来弹幕，有可能看起来透明的，然后不是。那这是第二次，二层面对吧？对，第二层弹幕，透明的。这丢还是能看吗？可是它这个是最底的一层。然后有时候那卡通画面会浮起来，那是半透明。然后就有人会甩。这是滤镜，刚刚那个是特效，后面切出来的。因为它可能是有两台机器在那。这个谁弹的、啊？那为什么弹起来突然节奏感不见？他的节奏感不见了。是变长的。哦啊，是哦，是因为这样，节奏感不见了。你是说这时候还没那么厉害？或者说他还没装？两年前是三年前，好不好？哦，对，2020。所以我不是随便糊弄你的吗？这我用耳朵听就知道了。2018年。所以要练，对不对？也许他必须要抓住自己的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人生生没休。用号码。本来全舰队到了外机前外墙维修工程的油漆工，轰轰咚咚在26层楼住户的帮忙下爬进柱台。另一名油漆工也一样，要是再晚一步，他们可能从32楼高空坠落，因为安全绳被人故意剪断。嫌犯就是21楼的女住户。他很厉害啦。他把楼啊打，因为另外就是我兄弟他们打烂，他把打烂了，他被打。这起发生在泰国满无衣服的离谱事件震惊全泰国。当初我所认为捡绳的21楼女住户根本蓄意谋杀。捡绳的女住户声称自己没有收到外墙维修通知，看到工人出现在自家窗外，一气之下剪断安全绳。女住户起初还否认涉案，但因为证物有指纹 DNA 才坦诚犯行。非礼谋杀未遂罪和破坏财产罪嫌起诉，恐面临20年起期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哇，讲过他的故事，也是我的故事，更笨的加斯沙劣质。举报上我的千粉，千粉因这个问题是来自虚拟的千粉。初看未来，这首千粉应该都是英文，它是一种非常快，而且它会一直不断的速度快速，听起来很好。但不是小的会比较更快吗？大是大的是有问题。这里有些东西，你说它很慢吗？它非常快，但是因为它运行。傻傻傻！现在网友基本几千，从来没有这么短的时间，就是10分钟。啊，有很多啊！我来笑哈哈，就是都讲三十岁，三十岁，讨厌这个。哦，等一下干嘛？卡了卡了，喇叭喇叭，喇叭喇叭。他们会让你保鲜，你都不能留下。你先叫他就好了，保鲜都让钱了。他是没有跟，他是没有。
抓多少。Thank you.
一个就是然后另外一种音型就是比较歌唱性的，然后再来呢，第三种是那个是这个这三个旋律就是在一起，但是因为此处又很高，一音型一段就会重复，这种还是其实在音乐上有种说法叫做 perpetual motion， 它为什么学可以翻成永久的？可能就是不断的在动，不断的在动，从曲子开始到结束它都没有停止。然后跟曲子接的一样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手机的肌肉的你不能说是完全放松，其实讲到这边也不会是因为完全放松说什么，但你要控制你自己的脑筋是不是？所以因为我自己有试过脑筋，所以在短时间内想为什么把练起来，因为这是你的整个肌肉会没有办法控制好按来，所以大家要注意脑。因为太快，我一直说要学我，要学我，我真的是因为希望，所以希望你来练。嗯，好。但是自己练习的时候，你刚刚这样做的。我但是你不玩这个，啊、你不玩这个，不玩，去玩新的。我们是可以玩千岛吗？我爸也玩说玩千岛。啊？不是。你要玩千岛？你先玩千把，你那个录好没？要关掉吗？我插入了。